倒是说话呀，这风风火火跑来了就在这眼巴巴看着我，到底怎么了？出啥事了？舅妈救命！舅妈救命！怎么的了？舅妈救命！你这又招你爸了是不是？过来过来！你干什么？你过来！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你够东西，你给我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好呀，你给我站那。现在都偷东西的是，你这大还杀人呀、啊？那可不保准儿。怎么回事啊？过来，你等会。怎么回事到底？怎么还有你呀、啊？小兵偷我的旧杂志卖钱，你看看看。你说你多大的事儿啊？啊，那孩子贪玩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这能有什么呀？都一家人，你看你这整的乌烟瘴气的。你说谁呀你？你看我这都有记号的呀。给我闭嘴吧！你过来，你去，你别，你过来，到舅妈这儿来。我告诉你，不许伸手啊！再伸手我打你。跟舅妈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拿没拿？你拿杂志卖的钱都干嘛去了？啊？买玩具了还是打游戏了？我平时这不给你零花钱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平时真不给你零花钱。你行了，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快点的。妈妈、姥姥、小兵哥把钱都给我了。啊？这还有你的事儿呢？向锦丽，怎么回事？给我说清楚。说清楚，你说不说呀？啊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？是性质吗？别吓着孩子！把人都堵进来了，你个啥东西？你给我拿来！你完没完了你？那不就偷着买个零嘴、买个玩具啥的吗？那不孩子吗？那有啥呀？至于不至于啊？你说至于不至于？娃嘛，多大个娃嘛，几本杂志用得着吗？小点声。那凶神恶煞的，下回不许这样了，听见没？嗯。我也觉得我姥姥挺小气的，不就几本杂志，跟要了他的命似的。你胡说！闭嘴！你笑啥呢？不打是不行啊！不打不成器呀、啊，这孩子！你这怎么还要动手是怎么的呀？这才多大点儿啊！啊，就干这事儿，他自己怎么说我不管，还把人小兵给带下水。这不怪小兵哥，那不怪他呢？你说，还是不说是吧？你赶紧的吧你爸这在气头上呢，回头他真打你，你是怎么的？想找打呀？你要是不说，爸可真打你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这不是给你打孩子用的，你给我放下！这不行，这不是给你打孩子用的。快快快！锦锦，怎么了？锦锦，锦锦，锦锦啊！锦锦，锦锦，锦锦。崔教授，夏夏怎么了？那个来看过你那孩子生病了，紧急。对对对，你没看错吧？我没看错，他爸爸妈妈就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口等着呢。走走走，咱们赶快去看一看，看看。紧急说，舅妈快过生日了，想给舅妈买个礼物，可是那小瓶化妆品太贵了，我们买不起，就攒钱，想给舅妈一个惊喜。紧急呢？锦锦怎么样啊？崔教授，锦锦在里边抢救，好好的孩子怎么说病就病了？全怪我，全怪我呀！妈呀，你说这孩子这么小就这样式儿的，你太让人受不了了呀！这也，谁是夏敏敏的家长？我是，我是他爸。我是他妈。你们家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你们知道吗？
什么？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不过最好是尽快做手术。哎，等，那我也不知道啊，以前没有过呀。以前可能是你们没有注意，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活动量也大了，就逐渐暴露出来了。你们尤其要注意，不能让孩子有剧烈的情绪波动。也就是波动了才翻边的呗。锦锦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，这么小就得了这种病。这女孩啊，跟男孩是不一样，文静不好动，要是成天打打闹闹的，也许这病早就查出来了。你说是不是，小谢？小谢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咱们看看锦锦去吧。啊，好。小手伸好，别动啊。妈妈，我好了就可以继续学琴了吗？能啊，病好了咱就好好学琴哈。真勇敢，这样你的病一定好得快。嗯，好了，谢谢啊。嗯，不客气。疼不疼啊？疼。一会儿妈妈整个暖水袋。锦锦，崔大伯、谢阿姨，崔教授来了。怎么样了？嗯，控制住了。崔大伯，等我们都好了，您还能教我学琴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治病，病快点好了，大伯就好好教你琴呢。嗯，真听话。还有他的那个，六万多，六万多呀？对呀，六万多呢，纯进口的。你看真了？怎么还能看错呢？没有旁的琴吗？旁的有，合资的呗，那也不能买太差的，我买个。中上等儿，两万多。就买两万多，下星期天就买。行，拼了。
得跟睡美人似的。那是，咱闺女，我跟你讲，到哪儿都是一顶一的。哎，你瞧她刚才睡觉还乐呵呢，我估计她肯定是想买钢琴这事儿呢。你说这行，哎，钢琴基金。你又多拉活了？那可不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天呢，比别人多拉好几十公里呢，我跟你说。